嘅啫。纸醉金迷亦入埋闸，国泰航空香港短途锦标趣事预备起步。而家起步嗰阵啊，应征嘅精英大师系相当之快，电光火力亦系唔慢嘅。中间坐出嚟见到灿画啦，然之后跟住咧就是、大幕霸主啊，最后啲恶难位置就系步步勇啊，然之后跟住先见到新力星，新力星拍咗一齐，仲有奇彩啊，最后啲跟住就藤田小姐。然之後跟住就係金剛杯，再後啲跟住就係班霸，班霸再之後跟住紫醉金迷啊、赤木區啊、名將求生起步等等啊，就唔願跑啦只馬嚇。好啦，轉咗半個呢個銀禧灣前方頭，電光火力放出嚟，拍住外邊大幕霸主啊！兩馬一手住第三嗰只係燦畫，然之後跟住步步用，再後啲跟住就係奇彩。奇彩入面精英大师开始骑几步，然之后就係班霸，班霸之后赤木区，然之后新力星啊，再有啲跟住藤田小姐，然之后跟住就係金刚杯啊、紫醉金迷啊、名将球手拉停咗啦。最后仲有300米左右喎，前面第一隻突咗围啦，见到灿画突咗围啦，三排两步之后奇彩已经过咗佢啦，中间上咗嚟见到精英大师后面之后，总之见到做步步咁，后面上嚟仲有新力星啊、紫醉金迷嗰啲马，奇彩越骑越有啊，精英大师揽啊，追上嚟第二，后面上嚟见到仲有班霸，后面仲有紫醉金迷啊，奇彩跑第一，跑第二名精英大师，跑第三名班霸，第四名系紫醉金迷噶，108分嘅奇彩赢咗香港短途锦标，佢赢灯塔岛。那个分数呢就冇理由呢係108分咁低嘅。越赢越远，千二特佳。精英大师力追之下斗心仍在。班霸冇办法啦，输質素啊。紫醉金迷涌返上嚟。奇彩跑第一，精英大师第二，班霸第三，紫醉金迷跑过第四嘅。哇，几乎出唔到彩咁滞啊，唔好话。哎呀，呢隻奇彩 fit 到薄得了。平榜都赢啊，真係好嘢。进步到咁紧要。哦，抵佢威啊。清脆利落赢到李行利烈。啊，精英大师我都冇贴佢好耐㗎啦，今日都老虎都唔放啊。跑翻个第二。顶住咗呢隻班霸，咁啊灰马紫醉金迷啊跑到第四都冇威胁啦，新力星三甲都不入添。好啦，睇翻咧呢场嘅巡逻影片啦，起步有隻唔肯跑，名将球手啦，球手啦，唔起步，完全同神初一样唔肯起步。啊，佢正话行出嚟草地，其实又系行到半坑，佢又企咗喺度，啲跑佢都唔跑，一样。哦，前面电光火力同埋呢个大幕霸主啊，一齐走啦！啊，紫醉金迷就留到最后添啊！紫醉金迷就因为个档位嘅关系，又冇咗只马带佢啊，所以就算缩到咁后咯。你谂下嗱，你而家唔好同佢前面计啊，你同新力星都已经争咗成三个马位噶啦。大幕扎马主走咗同佢，你放啊！哇，呢只奇彩喺呢度已经望空啦，啊！你轉入直路都已經係走定出嚟咯。首先係燦畫過咗頭先嘅，不過就好短暫啦。一個頭之後，只馬本身都唔多啦。奇彩就跟住佢上，喺佢開邊一壓壓過咗之後就，一路就跟蹤點。嗱，一路喺出邊望空中嘅喎，新力星啊。但係佢衝咗一輪，反而仲後過佢嘅紫醉金迷仲過佢添上嚟。